不能说太帅。哇，那可是我们好久不见。嗨，好久不见了。Lot of things going on。我们看起来还不错啦。什么意思？就是看起来我们还是朋友。其实已经崩坏了。对，其实心已经就是那个 drift away。Yeah.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也还没有想好主题名字是什么。我们有想好，因为是这样，大体的 brief 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在就是 in China， 然后 in Hangzhou， 然后我先回来，他后回来，对，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那我时隔了一年多，所以一年半。他回来的时候，我有在今年的 Sephora 4月份的 VIP 上，然后我有下单一些东西寄到他那里。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记得，就是我还没有打开里面的东西。其实已经就是 lot of things going on， 所以大家都有点忘记究竟是什么。但我稍微刚刚有偷看一下，所以我们这个状态就是说，想让他就是来惊喜一下的那种。看我就是 first， 你买了什么？对 ，first impression， 有点像开箱，有点像 first impression， 然后又有点像我来猜我买了什么，因为我真的已经不记得了，已经起码半年去了，快小半年了。那开始吧。Okay， 哦，同时呢，那我也经常大豆也会分享一些他近期爱用的一些彩妆单品。对，大概也就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对，这都是往脸上火火的。哦，那你们打。你说推荐一本书，推荐一本书，我们搞不好一会儿真的会推荐一本书。我刚才昨晚翻了一下他这边的一些，有一本我们很有故事的书。好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先确定你有什么？我记得有几样，因为我记得当时前段时间 Victoria Beckham 不是有出彩妆，我记得这两样，我买了一支唇线，一支 lip tint。那你记得是什么？Lip tint 只有一个颜色嘛 ？Lip tint 目前只有一个颜色。你记得你的唇线里大概是，你描述一下。四号，就是你描述的大概是一个什么颜色的感觉？就是有点棕红色吧。OK，You're right。OK， 那我现在这个是叫它叫哦，这个是 lip tint。其实可以，我的你打开，我的可以给大家。哦，他又买了一样。我们是同一个颜色号吗？是，我是四号。在哪里可以看？在这里没有啊，04。哦，可是我们这样又变成了一个不对焦视频，就长这样，大家就大概04。那我用我的吧。好，它的我们是一个颜色，然后就是你看，就是这种，就是很就是棕红，有点发裸的红棕。怎么样可以看到？这样也镜头前。Oh my god！ 我要不要拿一个这个当脸？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也有一个，然后 lip tint 不行，我们要这也是，其实我是待会儿我也放在真的很好。哇，这个是玻璃的包装，因为当时其实玻璃还是重塑料，我觉得是玻璃。是吗？但它很重，反正它的质感很 重，然后很有手感，很棒。然后它目前只出了这一个颜色，它好像颜色，它好像在好像这个月或上个月有。对，它好像在询问大家就是哪个新的颜色。目前这个颜色叫Biso， 然后可以豆豆给我们看一下它的，我涂上给大家看，就是你看它有点紫嘛，可是其实它涂上去是棕的。哦，紫棕色。其实原本我想先涂这个，但是就会就这样失去那种我开箱的使命感。你快遮脸呀！就是他们其实有点像，他们其实很搭配，他们真的是完全一个色调。好，你先放你这个，我放在这边。你还觉得你有什么？你一定会漏掉几个？我一定会漏掉。我还记得我有几个 NARS 的东西，有一个是 NARS 叫什么 collection， 叫Orgasm 的那个 lip gloss， 我有记得。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他那个 Orgasm 系列的一个 lip balm， 这两个我是记得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Fenty Beauty 的一个慢慢来，先那儿。OK， 被制止。Reef 和 Laguna 这个也是，它前一段是这个是 Orgasm， 哦不是那个 Collection， 就好不专业，我啥也不知道，这款什么也不知道，那真的太久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Collection， 要不然他们怎么成色的？对，他们是一个 Collection。Afterglow Collection， 这个是 Afterglow 吗？你叫 oil infused lip tint， 好像我会尽量的吧。我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他最早出的颜色就是那个 orgasm 那个颜色。然后我手里的这个是一支纯lip tint oil有点油感的一个 lip tint。然后这个我记得当时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今天买的叫 reef， 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就有点更偏裸和棕。就新出的这个新出的，因为也有 orgasm， 它之前也有那个 orgasm， 然后我要给大家试一下这个。这个颜色我要怎么形容它呢？就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不行，这家是 OK， 然后嘞，
的颜色，我试一下。它是一个有点像纯袜，哇，就是没有什么颜色哎。嗯，就是感觉很舒服哎，不过哦，真的没什么颜色，它然后有一点点光光，有点光，但我感觉它应该不是那种很干，有一点那种很细闪的感觉，细闪，搞不好可以用来做那种 wet eyes。他们 somehow 他们是可以看清一点点颜色。OK, that's good, 我想。然后这个颜色是一个 lip balm, 我记得也是一个很那个很轻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有那么贵，我有哦，这个颜色叫 Laguna, 我有它的 Orgasm 那个颜色，可是在我的箱子里，所以我知道了，这个系列不是 Orgasm 系列，是 Laguna 系列。对，这个系列是 Laguna, 对，这个系列是 Laguna, 只不过它的原本它都有这个产品是有不同的色号。对对对，然后这个也哇，这刚刚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开之后的颜色，它的颜色就叫 Laguna, 就它是一个他们很有 Lip Balm Afterglow Lip Balm, 就有点它那个系列都有点 Bronze 的感觉。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大家我知道长这个样子，等一下就长这个样子 yeah, 然后我给大家上手试一下，有点那种 bronzer 的那种，对，有点真的有点像 Laguna bronzer 的那种感觉。咦 You got it? 我们两个人哦，我再想一想，我刚刚还说了一个 Fenty Beauty 的一个修容膏，就是它前一段时间就我们非常喜欢的共同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修容棒嘛。顺便我想把这个给大家介绍、okay.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一起出的，对，那我买了这个哦，他们是一起出的，嗯，一起出的，就是所以、哦、这个这么大，你说的是他吧，不是他，嗯，好，我看一下，他忘了什么，我忘记了。好，那我想这个是我记得的，这个是 Fenty Beauty 的，其实就是那个棒棒同样的颜色，对，它有那个棒棒，它有棒棒，没有棒棒好累啊，又是一个非常 off 的一个，就这个咯，应该很多人都很有名了。这个其实我今天我还跟他讲，我的已经快用完了，就全部用完了。它好大哎！它看来会不会里面超小，就这么一点？只有让大家会不会里面超小，就这么一点？哦，颜色其实应该和这个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家仔细缩小。这是这两个颜色。然后我顺便插一句，就是这个刷子是跟这个膏一起出的，然后刚刚我们都用了这个刷子，就也很好。这个刷子我刚刚很推荐，它很适合刷膏状的东西。对，一二五 face, 你还记得什么吗？我真的不我。啊，我记得有个东西，我记得我买了一个开旺蒂的一个遮瑕刷、嗯，那个刷很出名，大家肯定好多人可能已经有了。对，你可能已经 late of the game。对，就是这一款叫做，它就专门刷 concealer 叫。对 ，Age Concealer Brush 是他们上面写着是40号 Age Concealer Brush, 然后哇，它怎么有这么多层塑料包装？我再想一想，我还买了什么？我还记得我想起来一个东西，牙线。对对对对对，我大家可以看一下，能，它就是很密的。它的粉底刷就是这个型的大，它有大的、嗯，这个就是很适合遮眼下。这个应该是就很多人已经推荐过好多次的，我也是不是最近才买的。哎，你那牙线对吧？牙线我记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经常用这个牌子？我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用。我之前买是在 Whole Foods 买的，我忘了什么牌子。这个是 Coco Floss, Delicious Mint, Delicious Mint。所以你是一个 flossing girl。我会一直带着牙线，但是我所以你很会 floss, 经常忘记怎么。所以你是不是很会 floss? 我会，你很会，对不对？很会。所以你牙齿健康是很注意，很注意。所以牙医都会很喜欢你啊。他说我有认真刷牙，是的。那你那就是一个这样的牙线。那如果说以后你找一个男朋友，他不会 floss, 你觉得 OK 吗？你说他不会这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对。对啊，就你只要掌握这个，你应该牙力也应该。我觉得我刚刚做的很傻，这个我是会做的。这我们学了，真的。我们上次去 LA 的时候，对，也并没有，就是上支视频而已，就是可能已经过了两年，但是就是上一支视频，我们在那个 off the record 后面有一直狂练这个舞蹈。对，这个牙线 OK。记得，我想想，我哥提醒你还有三样，我就剩三样了。你没有买很多啊？哎，我真的有点想。你觉得有什么牌子有可能会？还有 Fenty Beauty 的吗？有，那就是一个 lip balm。不是那个 lip balm。哇，你真的不知道我昨天告诉他这样东西比他想象中可能会小一些。什么东西啊？我真想不起来。那你再帮我提示一下。就这是一个工具型的，工具辅助，就是工具的辅助，对，所以工具的辅助啊、嗯。就比如说，就美妆蛋，它是洗美妆蛋。对，已经就是 like exactly that。我们买了个洗美妆蛋的。Yes, 但是就是 exactly, 但是不是洗美妆蛋的。就是美妆蛋。不是美妆蛋，是称美妆蛋的。不是的，
你把美妆蛋换成刷子呢？洗刷子的。对，我买了个洗刷子。啊，是在 Sephora 买个洗刷子的。嗯，是什么牌子？Fenty Beauty 啊。啊、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干洗刷的，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网。最早就是出名的就是，而且这个我也买过。这个对啊，最早是、哦、对，而且这个其实我是买过的，只不过为什么又买了 Fenty Beauty？ 因为我觉得 Fenty Beauty 的包装很好看。对，但是我想跟你说，那个比你想象中的要小，可是它的好处就是，也许你可以随身，很随身携带，对对对，而且它很贵。我有看过，才二十几的，二十八好像。不会了，不会了，以后这种就是。这么小啊，但蛮 cute 的。对，就我觉得可以，就那个叫什么，旅行的时候，等疫情快快，我以为它是一个装药盒的，哎，可以把它当成药盒。哦，那真的蛮好看的，真的蛮小。木面粉的感觉，就是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更小、更精致、更贵。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因为这个每次我都觉得旅游的时候用它就感觉很大嘛，所以我觉得 maybe 就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好的用途就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当药盒，或者当隐形眼镜，或者需要吃一些维生素的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有点就是你可买可不买，如果他非要买，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太喜欢，就是太喜欢包装，对，太想觉得好玩一下，啊，提升 elevate 一下就可以买。对，这个是 actual 加分项，不是 B 选项，对对对，非常不是 B 选项。还有两个你是想不起来的，想不起来，你再提醒我一下。这是都是腮红。啊，是有一个 orgasm， 有个 Laguna， 是，什么牌？是我现在已经有。Hourglass， 我最近买了一些，但是我不知道忘了。Hourglass 腮红，刚 Hourglass 腮红就是只有一个种腮红啊，就那个五花肉啊。哦，我买了一个，就是一个新出的，好像是，有点薄弱的。哦，但是我种草很久，然后我也，哦天哪，我之前是在。是 Ambient 系列的，对，我说过，但我真的忘记掉它的色号是什么，但我知道大概它是什么颜色。哦 ，Brilliant New， 很像现在的我。它的色号是 Hourglass 的腮红，色号是 Brilliant New。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多 Brilliant， 有多 New 的呢？我看看你这次肥肉多还是瘦的？肥肉多，那比较不错。这个哇，我真的忘记掉了，怎么办啊？是所以到底它是必须该买的，还是说只是就是你知道的？这忘了。但这个颜色我很喜欢，还有一个腮红啊。是出现过的牌子吗？没有，但是已经用到过的牌子。啊啊，等一下，啊，没用到，都没用到。是腮红膏还是腮红？你用过它，好像它，因为这个牌子它也是个母公司，它很厉害，它就是一个牌子，彩妆品牌，它又是一个大集团同名的。Estee Lauder。类似，但是不是 Estee Lauder？ 是哦，是 Shiseido 的腮红膏，然后是 Alcon。嗯嗯，这我也有，对吧？对，这个它有，然后被种草很久。零四，然后也是有过种。零四号也是一个偏 nude 的颜色，对对对，它叫哦 Alcon，Eiko，对。然后我给大家看这个颜色。哦，对对，你有的，你有的。不爽，我想再来二十样。我感觉要结束了，这个颜色。豆豆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但是大家有点那个橙色吧，就前面现在状态有点丑，我看得清，饱经周折，我觉得大家看得清，我就 assume 大家看得清。这个颜色我是这样说，如果说你很黑，如果说有个人他是很健康的肤色，不能说很黑啊，就是很就是小麦的这种肤色，他可能就真的是显不出来了。它的质地是很慕斯，就是很顺滑，很顺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就是在座的各位有喜欢就是健康肤色喜欢晒的那些朋友，可能这个就不太适合，因为可能真的显不出来。他可能比你的肤色，它就是走一个又有点腮红修容状的那种。对对对对对。裸色。但是因为它很好涂，它不是那种非常显色，就整个虽然是膏状，但它就是马上就融为你，就是跟你它是那种非常 smoothy 的那种慕斯质地，有点像慕斯蛋糕一样。然后你也可以那个当眼影什么也可以。那我会当眼影，因为就很快上。摸油了，就摸油了。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记起了几样，然后忘掉了很好，三样，起码三样，三样是真的只忘掉了，就这三样。对，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到底是需要还是？就是说明这三样，就是说，而且都是这个工具嘛，你肯定就不是说你最必须的嘛。那这两个我真的很喜欢。对，但是说明你腮红大家都有很多，你平常刷刷刷也就忘，对不起，我挖了鼻涕。我会帮你放大，就是放在封面。好痒。很开心，很爽，我终于有一种开箱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是就是自己猜的，像公关品一样。哦，对啊，公关品，对，自己花钱的公关品，假公关。OK， 那我就随便，我就最后大概推荐一下喽。我就是其实都是唇膏类的，没有，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全部都是。哦，一个，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唇线，我也不是必须要买这个色号了，就但这是 Charlotte Tilbury， 然后这个是刚刚我们介绍那个 Victoria Beckham，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是 Pillow Talk 那个二 Medium、就是我只是二 Medium 我只是想、哦、说到他我有种草他们的 Medium Pillow Talk 和 Intense 哦你有跟我说我都有种草还没买对吧嗯还没买我想还要买吗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就我只是想并不是说必须得买这个颜色、哦、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唇线笔我也是因为我的那个嘴唇是有点厚的所以一般来讲我都就是性感的嘟嘟唇嘛、嗯、所以一般来说嘟嘟嘟起来、你能不能不要打断 OK sorry 我们快点没、okay. 我们等一下我剧本杀去了行不行啊快点就是我只是想说这就是他你先买的对吧我有说我要买这个然后他马上他比我先收到所以我觉得它有个好处就是我每次这个 corner 的地方我都就是用唇膏我都过不去因为它没有尖对所以我就其实我就是用它就是把这个就是其实涂这个 corner 的地方你只用它涂 corner 然后当然线也就是而且线勾一下以后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这些这个质地比较就可以 stay on 因为每次你那个就是我是想涂了线以后我会抿一抿嘛就是让它也到就晕一 晕然后你再涂你的唇膏之后然后你的唇膏如果说什么口罩粘掉了、这个很容易你这个还是有颜色在的就不会像就是就还会留一点就自然的颜色在、而且感觉是有轮廓就是贴的哦，因为 Lip Definer 它本来的作用就是让你唇膏不跑对对对然后也不让它就是对而且现在因为你中途可能会戴那个口罩它可能粘下来就、对你会一直戴就现在我们也你俩戴好口罩对对对、这个防范好了特别是你在北美我只是你啊shout out to me啊还有幺幺姐月姐，你们还有在澳洲的朋友，在澳洲的朋友，爸爸，VV 爸爸，你爸爸 ，Maybe 也有在 Canada 的朋友，新手爸爸，就新手爸爸，You know who you are，OK。然后这个就是你这是你说你最喜欢的包装对吧？对，这是，但我好像是雾面的对吧？不是那个雾面系列。总之这个就是它，802 Beige Natural。非常裸我也把它就是当过唇膏但是就是让它打底的感觉但它也没有裸到气色不好、可以给大家 swatch 一下就还是挺裸的但是你看我们的手上哇这是裸色的天裸就是裸的感觉 Kylie Jenner 可能会拥有这个对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我这几天都拿它用来当腮红对我也想跟大家讲就是它我觉得它这个用法就是很妙就是一个美妆就是达人会想到的办法、这是你教我的嘛但是可是今早我化妆的时候手很抖因为真的是所以还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吧大家要是无聊的也可以自己在就家里练练太久没有画一个完整就是每一样彩妆品都用在脸上的妆容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想介绍这个系列了就它最新的那个 Coco Flash 其实也不是必须得要这几个颜色但是我有的是144号 Move 哦我有一个没带的你是56号 Moment 对56你都记得嗯哦这个真的很棕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叫 Song Rose 哦 Song Rose 比它橘一点点还比哦有一个是这个好像很受欢迎这个比较元气的这种颜色我觉得有点偏橘的粉吧没有它的色号 sorry 哦144 move 然后这个是我很早之前买的、oh, move like dragon 的 move yeah 这个是新出的颜色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个叫做82号不知道是 life 还是 live 就是 live 的有点稍微比刚刚那看到但是它的那个细闪啊是有点那种带美人鱼的那种好难搞就是我只想跟大家推荐就是说这个很舒服了 OK 然后这个是我这个 easy 就是非常不流行色号跟我是跟这个配在一起用 live live or leave 就是这样我要给认真的你看一下这样显得我们来倒一下我好忙哦稍等我们真的太搞笑了怎么办啊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搞笑的一个事 easy 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前面的色号也都看一下我们两个就看你能不能看到这儿了你要是没看到这你错过了好吗我跟你讲其实我们都会剪一下片子嘛我们下次有本事给大家发出我们一刀不剪的片子你觉得我们可能会红也不一定了你、如果红这么容易的话那我们就那我对红这件事情可能但其实每次我剪其实我剪不了多少因为无从下手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剪一剪中间就是很 off 比如说那阿姨刚刚问我们有没有出发这个没有剪掉但是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很难剪，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很不专业的状态，剪都无从下手。而且我们真的现在心已经要赶紧飞出去玩剧本杀了。嗯，因为这个局组的很不容易的，好吗？大家就是随便什么色号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反正我就想跟大家说，最后一个色号什么我记一下。Easy， 也是新的，就这两个是新的。Live or leave easy。对。就相当于你 easily move， 对 ，lively easily move， yeah， 反正就你也有过这个吗？这个我真的，你要不要来跟他说一下这个质地是不是比较舒服？它质地就很润，可以当润唇膏一样涂，而且它的颜色还算显色，对吧？对，是可以 beautiful， 就可以叠上去，并不是说 sheer， 对你多涂几次，它是一个很显色的颜色，对，所以就是它会一直叠上去。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推荐给大家，特别秋冬如果要是那个都是很保湿。Yeah， that is it。Okay. Yeah。好，嗯，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那本书不会很久，不会很久。那个书要不要介绍？这是我昨天翻到，就是我们就是这本书，这是我八年前在香港买的，但是这个是我跟你讲，真的是哇，这个是集合版，当然也有很多别的。总之就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游戏了。这个游戏真太有意思，因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几年前在纽约，跟 Wally 他有合作，对 ，Google Map 有一天下午在喝茶，合作，而且我甚至想到在我知道那个茶，但我忘记那个店的名字。而且我刚刚从华盛顿回来，然后就是应该是我们是在那个 Washington Square 下面一点点，就是在 NYU 下面一点点。我从 DC 回来，然后我们约了一个茶，我穿了一个阔腿裤。我穿了一个带干洗烤肉的一个对对对，然后我一直说这个是哪里买，这是哪里买，你说这随便买，你说这什么什么，对，然后我说巴西烤肉你吃过吗？然后我们开始聊巴西烤肉，然后如果 if you know you know 对吧， if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这个就是瓦里，就是找小这种找瓦里的游戏，对，而且就是很 tricky， 因为这个他女朋友也是长这样，但他们是就是小女孩，真的这个游戏太好玩。然后我们当天下午我们就在 Google Map 上就坐在那里两个小时，对，就是因为他只有可以，但它是好像差不多了。我想再待等一下，在那个试一下。对吧，可以试一下。要快点，快点去。快点，快点，快！那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了。他要去洗裤子了，我得出发了。好，再见，拜拜。我们会尽量合体跟大家。对，祝大家健康啊，这最重要的。祝大家，健康平安，保持健康，然后生活愉快，一定要保持健康。2020 is about to end。2020，我们当时还唱了那个2020也非常喜欢。我们唱一下呗。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什么诺言？话就快点见面。什么什么不喜欢就赶紧的。太阳到了千年。还有什么是只要都不缺。然后高潮是。每天多一点，爱情永不变，千年一千年，一起过千年。OK， bye。 Oh my god， 它只有这一种唇线笔的。我只是想找一个白色的东西做一个背景。那就哦 ，little black jacket， 就这个。不行，更不来。那我找个白色的，有的有的。你真的就在镜头前就走过去了。哇，好棒！可以，哇，好棒！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唇线笔，对，它也只有这出了这么一种，就这样子吧。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对，然后它的颜色我来用呗。嗨，10:30了，你的事准备？啊，没关系，我们一个小时对吧？可以的，妈妈你入镜了？没有入镜，你们会剪掉的，但是没有，真的没进来。那你那个，我们11点出门，马上，我们还有20分钟，好。